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作为和互联网一起成长的青年，我们在网络视听的空间里看见了世界。穿越历史滚滚烽烟，聆听革命先辈的铮铮誓言，指尖轻触便能跨越山海，感受美好瞬间。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，自由打开对未来的无限想象。在网络视听的空间里，世界也看见了我们。我们有个性，更有担当。我们渴望用自己的所知所学，在各自热爱的领域，为大众创造哪怕一点点价值。我们相信，只要人人都点亮自己的一小片星空，就能将网络变成璀璨、和谐又有爱的宇宙。作为网络发展最蓬勃的新生力量，优秀的视听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加速的轰鸣。我们果敢坚毅，画下自我实现的坐标，我们意气风发，为大众奔赴理想的山海。我们也在更为公平包容的网络环境里，让青春的光芒肆意放射，没有阻隔。青春年少，不负韶华，旷野般的人生征途最适合开疆拓土。中国网络视听是个年轻有为的行业，还有太多关于青春的故事想给你听。